还真的跟照片上面一模一样。好吃吗？黑男外约比基尼正妹有敏感互动，女友讨拍被骂爆，也再涨一次。大家今天真的是太快乐了，真的有恋爱的感觉啦！这个又是什么字？一时约妹一时爽，黑男交往三年的混血女友孙七七了，表示他长期不敢看黑先生的影片，怕自己会气炸，结果看了今天的影片，果然真的气炸了。女友大人说的正是黑男在平台使用超能力成功把妹子约出来 dating 的影片。夏天来了，你好健康哦。我有晒黑。你看你 IG 那么多人，感觉很有距离感。对啊，我们一般人怎么约得出来？哦，今天不会，活生生的在旁边。我也是喜欢交朋友，也没有那么的怕生。对，然后大家都感觉得出来，感觉得出来。我们不吃人。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怪怪的人呢？有啊，我有遇过，像是你。怪有魅力的人。谢谢。东区怪叔叔。那我们过程中有什么可以做的，什么不可以做？不可以色色。叫他这个手等一下冲浪包起来做指甲，我们来给他服务一下。好吃吗？女友已抵达战场了，在留言区写下给你复评，不过嘞时候也澄清只是发个限动抒发心情，影片有些对我来说蛮敏感的互动还是会有点感觉的，但我选择包容和尊重啊，这么久了我也才讲这么一次，结果底下留言骂爆我和黑先生，要么说我是蹭流量要黑先生的钱。影片的来宾小爱也po文表示，黑男跟 Lucy 是众所皆知的恩爱啦，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揣测哦。真是冤枉啊，裤子都脱了一半了，给个机会吧。工作模式 on 起来，这水没有很深，深的是口袋而已了。那我们准备要去浴血奋战了。好，好好 go。好，知道。谢谢小爱今天出来跟我们一起玩。